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这次呢，改版呢出了还蛮多台电动车的。上次那台，这一台呢也是电动车哦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好安静哦！超安静的，而且后面那个灯好漂亮啊！看一下第一人称。去改一下车咯、哦、加速好快，好安静啊！这应该也是特斯拉吧？不知道哪一款的。What miracle did you want me to perform？保险杆有，有啊，这个好，扩散器，哦，颜色不同啊，碳纤好不好？引擎盖，哦，双条纹跟单条纹啊。车镜，欸，主色调后视摄影机，这是什么啊？电动车的吗？欸，哦，啊，摄影机在旁边啊，看到没有？小小的，哦，好酷哦，碳纤的。看不出来那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一开始还看不太出来，原来在旁边啊！碳纤的好帅哦。主色调，看一下主色调好了。对啊，主色调颜色，我保持原本的蓝色好了。副色调是什么？啊，那两条啊，这两条的话就给它白色。哎，白色、红色，哎，红色也蛮跳的。蓝色当然要配白色啊，银白色不好看啊，这个冰晶白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那侧裙，啊，碳纤，好不好？碳纤刚好。这个尾翼不加尾翼长这样，加了尾翼长这样。嚯、哦，好大！我们用蓝色的好了。车轮类型，强化胎，烧胎黑色，然后车窗没了。试一下车车耶呼！哇，好棒哦！哦，啊，开大灯，旁边会亮。改装后更稳定了，好安静哦，我好喜欢哦。看第一人称，
哇，看了我都想买车了。我是说真车。That was close. 超安静的啦。刹车，刹车。OK， 喜欢记得帮我按赞，然后分享出去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